大家好，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智慧微视频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谈判锦囊，我会跟各位谈到说，当我准备好我的主张之后，我怎么提出来？我怎么提出来？那么提出来，首先呢，我们晓得你要有重点，你要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图像能够吸引他，因为每个人都在想说，那我今天接受这个，我得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得什么？我我失什么？ 我每一个人想，如果我今天是在公司里面，我要推动一个改革，于是我会推动一个点子。那我这个点子提出来之后呢，除了我的几根柱子摆好之外，有哪些人会因为我这个点子，他会受到一些损失？哪些人会因为这个点子，他会得到一些好处？于是我怎么去告诉那些？因为如果因为有损失的人，可能是我的朋友啊，就是我要跟他讲，我说。 那么，呃，老王，今天我这下午会提出一个这个、这个、这个点子，那这个点子可能对你们单位有一点的影响啊。但是你放心，感觉上有影响，实际上不会，因为我有另外一个什么点子呢？什么方法可以来修补你们这样的造成的伤害？也就是说，他不见得会支持你或马上感到很高兴，起码他不会在现场，你一提出来，他一下子哎，完全没想到你是他朋友，怎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,一个点子，伤害到他们的部门呢？那个反弹的力量是太大。 反弹力量太大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，你能不能先事先你跟他讲，你跟他讲说，我可能有这样的事情了啊，那这样你放心，我会把后面的东西都做好。那么假如说我今天是提出来的话，那我也知道说我要提出来一个点呢，提出来一个案子，如果在公司内部的话，就是我一定要想办法事先先吹吹风，我要让很多人晓得，哎，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案子，这案子我要看看得到一些建议，这个时机适不适合我提出来这个案子。 如果今天是内部谈判，如果外部谈判，我跟客户我要提出来我的这个点子。但我刚刚想这几个点子，我们还晓得我的主张对不对？可是我的主张跟他的需求能不能够配合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。所以我们刚刚讲说，你有主张没错，但你要把它包装啊，你要包装成为一个他的需求，而且你要跟他讲，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是对他来讲最好。我们在谈判桌上。 所有的说服，我们是讲厉害，而不是讲对错。你不是讲说，哎，大哥，你要让步，因为你错了。我们讲说，大哥，你要让步，因为对你最有利。所以，我们是讲对你最有利，我们不是讲他错了。这中间，他的面子才能得以回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，这也是我们要我们要谈的。而且，当我所有的主张的时候，我还要创造一点不确定性，我要让他知道说，大家都这样。 而且，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话呢，那后面的后果可能会有一点点风险。大家都这样，后面可能有点风险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，你面对一个风险，你你你你愿不愿意承担？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它创造一点不确定性，然后这样子把它推到我所想要的方向。所以，这是我们提出主张的或者说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。当然，万一得不到的话，我有一个退路。 我都要一百分，其实我呢只拿七十分的时候，我如果没有很强，开高走低，开高走低，我七十分先收，剩下的下次要，这样子也可以让我自己有一个回旋的空间。想想，说不定你下次真的可以用上这几招，达成你所想要的东西。我们下次再见。